害了，你看到笼子很小，你一直抓不着。啊，他必须要老板用那个铁钩子勾到脚才能抓的，啊，你也不用那么辛苦的跑。你跟老板说，你这次放的是土山，土的土比较多，石头不多的，哦，那这个鸡你买回去蹲捕就可以了。他那个鸡要长在石头比较多的地方啊，那个碎石石灰岩的石头，那个鸡场在那个地方具有，就看那个鸡的大便，鸡的大便，鸡吃了那个细的沙石以后啊，排出来的大便。那个里面白色的部分就是鸡屎白，然后呢，你不要用手去抓啊，啊，你拿条根，就是放在一个袋子里面啊，收在一个袋子里面，就好像那个人家办案子有没有收集证据一样，那个老板那个鸡大便白了多少钱，他也不会说，哎，你给我清大便对吧？他给你收钱，他不知道你要做什么，他收起来，那就是鸡屎白，啊，回家以后你不要袋子闷到忘了拿出来啊。哦，那很可怕，哦，不能那么糊涂哈，哦。回到家以后，打开来就鸡大便了，哦，不臭，不很臭。然后那个铁锅子，要家里面不做菜的铁锅子啊，哦，那个废弃的铁锅子。所以你们做中药哈，做中药行或者自己最好有一个铁锅子啊，哦，平常跟那个家煮菜的分开来的。那铁锅子把鸡屎白在上面烤，对，干炒，炒干以后并不是很臭，干炒以后收起来。然后没事，你只要出去教育就收一些鸡屎白，等到治疗腹水的时候，这是最好用的药。可是药真品很难找，真品啊要这样自己去找。那吃的时候呢，你如果说就吃差不多一钱的量，一钱的量，水都腹水排得很快，你可以加一点酒进去。好，就是你喝，你要吞这个出来一点水嘛。你可以放一杯水里面放一勺的酒，米酒啊，这样加进去吃啊，比较好吞，啊，比较好吞，因为那个比较沙粒很多嘛，比较好吞，啊，吞到胃里面去。那酒是温中，好，啊，能够发散，啊，到了胃里面能够发散出来，啊，鸡屎白那排水的力量，人家一吃完之后开始小便，啊，一直跑，好，啊，你看它的鸡屎白性苦微寒，好，啊，没有毒的，好，啊，没有毒的，它主要的功能就是行水消积，治五脏。啊，疗转经入腹，破石灵而便，小便里面带石头，比如肾结石啊，通通可以治疗。好，啊，解金银毒有没有？还九服疗乳，好，啊，乳痈啊，好，啊，还有一些累痢啊，好，啊，它非常用途非常的广。鸡屎白是相当好，以前药房有，对吧？我们可以写。现在一方面你也很难买到，一方面人家不会用，很难买到，所以还自己去收集。但这个方子是从《黄帝内经》来的鸡屎白。好，啊，诸位有空回去读《黄帝内经》就会看到。那个急救方后面是我找到这个临床的很好的案例的。过去我们中国还有人吊死，好，吊死以后你把它拔下来要急救，或者是勒死脖子，好，勒死的吊死是就是用外来的伤害造成的，不是本身乳癌肿瘤啊，喉癌喉舌癌长大那个没有用。吊死的人我们急救的时候，好，怎么急救呢？好，把人家抱起来，哦，你只要看大小便没有出来。如果吊死在那边，好，大小便出来，没有效了，哦，看大小便还没出来，赶快人只是断了气，赶快把他拉起来，把他绳子剪了，人放下来，然后把那个绳子松开来，然后拿一只雄鸡啊，活的，肚子这样破开来，里面有肠胃，有热，有血，破开来直接这样套到脖子上，雄鸡的血，雄鸡的热。那一下，那个整个里面淤血都能化开来，然后呼吸就回来，回头，啊，是急救的时候用。那急救的时候杀鸡，那你想想看，人命重要还是鸡重要？当然是人命重要，啊，做没有关系，急救。那过去呢，只要是大小便没有失禁的，通通可以治，啊，通通可以治。好，那。哦，我是希望大家平常，尤其开业的中医师，平常就收集一点鸡屎白，哦，那个黄的部分不要拿，鸡大便哈，拿白的部分，黄的部分没有效，有腥味，那个白的部分一点味道都没有。哎呀，找那个鸡要吃过那个碎石头的那个石灰的那种石头的鸡最好，哦，对啊，嗯，120，好，哦。这个呢，120这个药叫验方，好，就是野鸭。野鸭呢，我家后院最多，
到每年冬天的时候，鸭子从北方过来到我家后院，我们住在佛罗达嘛，我家后院一票鸭子啊。那过去佛罗达很多啊，佛罗达人家射鸭有没有？把那个笛子哇哇举那个鸭叫，就那个野鸭，啊，他们在那边射击，打那鸭，啊，猎鸭，鸭那个鸭的脂肪，啊，野鸭的脂肪就是这个。那专门治疗这个抽筋、那个拘急风、那个中风，哈，啊，中风偏枯，人的偏枯上，那这个鸭的脂，这个野鸭的脂肪，根据他们打了鸭的回来跟我讲，我是没有吃过，鸭的鸭子真难吃啊。哦，我想老外可能不会调理，啊，哦，应该很好吃啊，可是他们不会调理，啊，哦，要吃野鸭，啊，哦，野鸭那个嘴巴是鸭子那样子嘛，哦，啊，我们那边野鸟很多很多啊，跟野鸭是一种，啊，哦，那平常吃的时候只吃鸭的脂肪，啊，哦，鸭的脂肪，那对偏枯有没有用呢？抽筋啊、拘挛啊这种中风抽筋有没有用？一定有用。你什么时候看到鸭子拘挛了？还飞得长，飞那么长程哦。那我一千三南北美到南美，我们北美洲哈，到我们佛罗里达是我们最南边，对不对？它能够飞1300迈啊，啊，你看它会不会抽筋？会不会抽筋？当然一定有效的嘛，啊，我是可以收集野鸭的脂肪，好，上次烧一些回来，让烧熟给回来，啊，像他们打到我就跟他说脂肪来了，可是脂肪啊很少，因为野鸭动得很厉害，脂肪只有一点点。而且是脂肪哈，很好玩。他跟我根据他们跟我讲，他的不是在他的四肢上面都是肌肉，没有脂肪，脂肪都在内脏的中间，好，然后在那个皮的下方，所想可能是防冻嘛，哦，天气太冷防冻，哎，那个脂肪很它很薄一层黄黄的，就是像那个，我现在看看可不可以收一些回来，好，这边你在台北开药，你不要学野鸭脂肪2两，好，内油好。哦，这个没有用，好，121，好，十秘，好，十秘我们就留在我们下一次来跟诸位介绍，好，十秘，好，十秘是冰糖，里面有好几种糖的，好分类，好不好 ？OK， 好，我们今天上到这里，好，今天我们继续讲，好，在接着讲之前呢，诸位看这个可以穿越一下龙骨，好，一种化石，这个。白胶呢，就是我们的所谓的鹿角胶哈，那这是阿胶，就是驴皮熬的，那味道比较腥啊，拿到好像那种黑糖一样硬块，就觉得很好吃，打碎一个哦，很腥哈，很腥，不腥的不是真的哈，那味道很厚，胃厚的都入血，你就记得啊，老师味道很重很厚，对，入血，啊，那你看牡蛎，好，就是打碎了。好，平常牡蛎就是我们的吃的牡蛎的壳，好，牡蛎的壳。那中国人用牡蛎用了，我们中医用了好几千年，啊，就是西洋人呢做了钙片，你看那个内容，好，你看他写的内容就是 oyster， 什么 oyster， 就是牡蛎嘛。好，那他是把牡蛎提炼的钙提炼出来以后放进去，那没有用哦，你就吃下去，不但不补骨，不但不补骨头，反而累积在肾脏里面造成结石，还有呢。他对骨头的感觉感他的感应是用榔头去打钉子，所以你吃的钙片以为是补骨，实际上钙片把你骨头里面的钙打出来，哦，那这种研究在澳洲最正确了，澳洲研究出来说吃钙反而会让骨头更坏，啊，那这个药厂就想办法去 cover 啊，可 cover 不住啊，人家是个国家，对不对？哦 ，cover 不住，你可以 cover 住我们小老百姓的嘴巴，但是那个国家你 cover 不住，哦。那后面呢？好，这个是龟甲，好，拜龟甲，这个商飘萧，好，我们来介绍。从今天我们从第121味药开始，中药很多是单位使用的，这好单位使用的，像这里呢，我们讲的十秘讲的就是冰糖，你看到外面那个洁白白白一块的，市面上卖的就是冰糖。中药很多，我们在熬药的时候丢几块糖下去，那个就是冰糖。好，哦，那也过去有莲子啊，好，哦，那个卖那个白木耳啊，那个，丢点冰糖，好，哦，这是这个十秘，实际上名称叫做十秘，那它是甜味的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那色白它甜味的，好，哦，它补充益气，好，哦，那一般来说，食物都是性寒、微寒的药，微寒的东西呢都是补充益气，所以你看《神农本草经》上经。大部分都是益气延年啊，随时可以吃的补身体用的。真正的治病的药是在中经。好，待会我们会看到。
哦，那这些呢都可以吃，就甜的嘛，哈、哦，甜味的东西能够滋补，好、哦、润润心肺，好、哦、那个补那个身体的，好、哦、酒醉也可以喝，好、哦、中国过去酒醉就拿糖来，好、哦、糖水。那我们糖有一般的砂糖，好、哦、这里是糖，那个石蜜呢，这个冰糖是结成块的，我们凝结成块，在泡炼制的时候结成块的是冰糖。我们真的那个在市面上我们卖的是，你不要想现代人的糖，现代人的糖是不对的，好、哦、那个是精炼糖。好，那个不对的，那不能吃的，好，那根本就是毒药，讲穿了就是毒药。你如果不相信我的话，啊，你去拿一杯咖啡，好，不要加糖，你喝下去，过二十分钟胃酸就起来了。然后你再加糖下去，再喝十分钟胃酸就起来，因为更强，好，那个甜。然后你就去那个面包店买个西点面包，里面是奶酥的，你吃下去马上就起来，为什么？就那个白糖，那个糖跟这个紫的白糖不一样哈，那个白糖是精炼的糖。好，因为精炼糖以后体积非常小，体积非常小以后，我们嘴巴里面的一些这个细菌病毒啊，嘴巴很大，那你体积很小的话，它会喂食它。当你一喂食它以后，它们吃了以后，这些病毒细菌吃了以后排出来的代谢物就是酸的。第一个把你牙齿那腐蚀掉，第二个到胃里面就是胃酸。哦，那酸味的主收敛，那酸味到胃里面，木土是相克的。好、哦，当然会造成其他问题，两个不克的，就是不容它嘛，对不对？但结果你吃到嘴巴是甜的，到胃里面是酸的，这个都不对的。吃到嘴巴是甜的，到胃里面是甜的，这才是好的。所以老天爷从来没有做错过，是我们人在做错，你知道吧？在美国广告说吃这个 bacon， 那 bacon 的肉啊，那个狗跑出来，狗啊说 that is bacon。他说这个是 bacon， 那个主人说 no， 这是 not bacon。 他说这个不是 bacon， 为什么？就可以告诉你说，他人工的调味，他可以调的跟那个味道一模一样，你根本吃不出来，很可怕哦。啊，最近你们看我们网络上，我在那把那个大陆上的网页，不广州发现那个小孩子十三十四岁，有没有？从小家里面有一点钱，他就开始都不喝白开水，喝碳酸钙饮料，就是那个碳酸饮料。要不要吃汽水啊？就十三岁，脑部跟七八十岁的脑部一样，整个退化掉，对不对？那你敢喝那个东西吗？好，那我们一定要看到有人受伤害了，有人发生了，而且这个小孩不是一个小孩，好几个小孩都同样发生，都是这个习惯，口渴就拿钱买汽水喝。你一定要看到它发生再去后悔，甚而至于还不后悔还在做，那这是什么世界？代表都笨蛋很多嘛？我们在。看到我们在之前，我们就要知道，好，不要让他事情发生是最好。所以，我们治病也是一样，一开始我们就动手，你就不会有问题嘛。为什么要等到胃癌、等到肝癌、等到胰脏癌再去动手？一开始我们就动手，这个东西不对，马上停掉。你看，现在就把你胃酸的时候呕吐就把你治好了，那你怎么会有胃癌？怎么会有胰脏癌？治病于治初嘛，哈，胃病，至于胃病这种是什么肾，对不对？胃病之初期。糖呢？这个糖真的好的糖，吃到你的胃里面是滋补，你胃绝对不会难过。好，所以你吃蔗糖、吃冰糖、吃我们的砂糖都不会有问题的。你那个吃糖下去会有胃酸，那个都是人工的。好，我们国家应该禁止这种人工糖。那台糖大家回去种蔗糖。好，如果大家台糖土地再拿回来，不要再抛售了，拿回来种这个蔗糖，我保证台湾大外汇大赚，因为我来到处去宣扬。那蔗糖是好啊。这个蔗糖我们不单单是饮食里面加在里面，面包里面加蔗糖可以用，外用，任何的刀伤伤口，你一受伤那个家里面有蔗糖，那个白糖不行哦，假的那个精炼糖不行，那个家里面有蔗糖，平常你就准备蔗糖煮菜的时候卤东西就用蔗糖，一下有刀有伤口，这个蔗糖拿起来压到那个伤口，大概两三分钟放开来就看到止血了，止血哦，因为糖是粘稠嘛，它能够止血。然后当然你持续不要用什么药，就是持续，然后它干掉你再换，然后洗完澡一看冲掉了再放一点下去，大概三天疤痕都没有，连疤都看不到。好，那你为什么要去用抗生素？为什么要去用消炎膏？不需要。好，还有一个，我在临床上，病人 neuropathy 就是他们西医称为蜂窝组织炎，那个糖尿病的病人呢，脚一个伤口，好，这下子好了。你如果继续在医院里面待到，那你就是蒋经国第二，你这根本是笨死的嘛！贵为一国元首，他有旁边一个医疗小组在照顾他，这个医疗小组是国家配给他，不是跟贪污没有关系啊，是国家配给医疗元首的嘛，对不对？那你又不是元首，元首都变成这样子，到时候截肢死掉，那你算什么？
你用 common sense 想一下嘛，你都不要用，你说你还说我不相信中药，中药不相信中药没有关系，你吃过甘蔗吗？吃过，那用蔗糖好不好？光用蔗糖敷伤口，然后平常把蔗糖丢在水里面泡水，然后脚泡那个伤口，脚整个浸在那个蔗糖水里面。临床上看到病人跟我讲啊，他说那个真好，泡下去以后就看到里面的脓喷出来，好像被吸出来的感觉，那脓一直从我脚趾的那个洞，那个伤口一直喷出来，这个伤口在那边两年多了，用蔗糖完全收口，你看看，光是蔗糖，那西药厂投资的那么多钱，弄了半天一个伤口收不了，一个口收不了啊。对不对？那就花那么多钱，那么多钱，结果蔗糖是那么便宜的，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蔗糖啊，他当然不愿意告诉你蔗糖啊。好，神农本草经里面讲蔗糖，好，白糖你自己决定。好，但你要有点 common sense 吧，你除了糖，当然小心点的蚂蚁，对不对？啊，那我老是蚂蚁都跑来，那蚂蚁跑来正常，因为蚂蚁的对不对？动物不来吃的不能吃，我告诉你，对不对？就你 common sense 要小心点蚂蚁嘛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讲到蚂蚁。那如果蚂蚁呢？你们日常生活保健，蚂蚁从小孩子啊睡觉睡的就蚂蚁从耳朵跑进去怎么办？哇，越往那边钻了、啊，咬了痛啊！小孩子叫啊，你怎么办？灌水灌东西不要，这时候按照这个耳朵一按，里面没有空气，蚂蚁就跑出来，到了马上跑出来。好，你就可以看到有东西往外爬出，任何的虫跑到耳朵里面去，小孩子看里面有虫，一直钻，你捞都捞不到，怎么处理？这个时候按照这个耳朵。对面的耳朵被按错了哈，你按它越没有空气往里面钻越凶，对不对？你按这边，它跑出来，跑出来以后你怎么整它就随便你。好，哇，那个这个很日常的这种经验嘛哈，所以一个小儿科大夫，三个小儿科大夫抵不过一个 grandma 老祖母，好，终于就是老祖母经验嘛，好，那你说老师这个不重要，我不记，好，等哪天你一辈子用到一次就够了，你说对不对？好。因为两个耳朵通的，好，所以我们一般来说，我们煮中药一些滋补、滋养、补气，哈，女孩子美颜的，比如说你现在会啦，好，老师，这个你说这个决明子很好啊，哦，决明子，这个美颜呐，哈，又可以眼睛又很好看，又视力又很好，这个再加点白杏仁呐、啊，北杏那个杏仁，哦，什么？你们现在都会啦，对，熬一个汤，比如说你后面的芡实啊、莲子，熬个汤，然后放冰糖下去吃，烫美颜啊，对不对哈、哦？那它是寒凉的吧？寒凉的能够瘦一点，胖的人都是热，瘦的都是比较寒的，所以要减肥啊都可以用。好，那你如果说你吃西洋的东西哦，每天吃一个什么多种维他命，这个最坏哈、哦，我跟你讲，这个是最坏最坏的研究，他们用一个理由。因为你的食物没有办法摄取一定的营养，所以说你要这个多种维他命来补充。这一句话混蛋害死人。好，你可以跟全世界讲，过去我们中国人没有多种维他命，我们活了几千年，我们现在还有一个135岁人住在天山的山上，老太太135岁，她这辈子也没有水没有电，那她也没有冷气暖气，那她住在天山山脉里面，她吃什么东西？肯定缺少很多你认为的东西。她活了135岁，好。人需要什么营养都是他说的，营养师说的，药厂说的，他为了卖这个东西告诉你，实际上经验过提炼过的为浓缩过的营养它体积都很小，当体积很小的时候，正常的身体的器官跟病不一样，正常的身体的器官它嘴巴它的体积比较大，好，那病的体积比较小，那你如果说你吃的那个东西很细的很精炼过的东西出味道，胃根本喂不到人身上的正常的东西，味道都是病，好、哦，身上有 colitis 大肠炎啊，哈，什么有肿瘤、癌症、肿瘤什么，你如果一直在喂它，身体根本收不到。哦，身体我们吸收的是大的东西，不是小的东西。好、哦，人一提炼过以后就变成小的东西，啊、哦，根本不要去听它的，啊、哦，什么营养缺少，好、哦，那这个蔗糖呢？肝寒，那个一般如果是直接你挤压蔗糖水出来啊、哦，甘蔗挤水甘蔗水那个是甘味而且带寒，但是你烤过以后煮热过煮熟以后就变成甘温了啊、哦，药性就变成温性的啊、哦，甘温能够除大热啊、哦，所以有时候发烧小孩子发烧怎么样哈、哦，用蔗糖用那个甘蔗水你煮热比较好，好、哦、光是因为糖就有那么好的效果，好、哦，所以说诸位没事呢，你如果要吃。好的，比如说我们吃柠檬，柠檬汁很好啊，
柠檬，你那个新鲜柠檬买来是酸味的，对不对？酸味是不是入肝的？好，可以清肝清胆。可是你过时酸，那筋会抽，会抽筋嘛？对，那你加点甜味下去，对不对？加点蔗糖下去。如果你的蔗糖再加柠檬，甜酸甜混在一起，那是最好的这个家庭制的这个柠檬水、柠檬糖水，这是最好的，因为纯碱性最好，纯天然的。那你不吃不吃，你去做，去买个柠檬水在外面买，那个肯定不好。好，买了到你给他小孩子吃，吃的脑袋变小，越吃脑袋越小，越笨，记忆都没有了。好，好，所以你想想看。光是一个食物饮料，光是一个饮料是人工做的，人工提炼的，人工的调味料在里面，人工的色素在里面，就产生那个小孩子13岁哦，也就是说他喝了13年，哦，可能前两年不算，那个小 baby 不懂嘛，等到开始会吃东西的时候就开始喝这个饮料，可能喝5、6年或者喝10年，但是肯定的就是在13年以内脑部萎缩掉了。光是个饮料哦，是食品哦，那西药呢？西药的力量大于食品好几十倍、上百倍。所以从来不存在的老人痴呆症现在有了，根本就是西药的后遗症。诸位你担心 放心，你只要不要吃西药，保证你不会老人痴呆症。就像那个天山那个老太太135岁，她离过5次婚，她只有第一任的丈夫先生名字忘掉，我想她是故意忘掉，不然很讨厌嘛，对，然后不要你活在我心里面，不然忘掉你。好，那记忆非常好。好，那要以这个为标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这个是好食蜜，哎，这种东西，那你随时都可以吃的啊，对不对？你有没有听过吃？有没有一个法医写说，这个人吃白糖吃那个冰糖吃太多死掉？这种法医是就白目嘛，对不对？想都不会想到，所以这种本草上进的东西都可以日常做饮食吃。你这样夏天好，你在家里面夫妻两个带小孩子啊，这种夏天在家里面你可以煮些莲子啊，好，对不对？好，用点冰糖煮起来，然后冰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喝啊，很好啊。啊，带小朋友出去打球啊，什么就煮了那个压了柠檬汁，放了蔗糖在里面，哇，那多美啊，对不对？好，想到都口水流出来。那你去买，你没事，你去花钱去买汽水干嘛？好，那汽水是给敌人吃的啊。好，那就这个男的是我的情敌，我们同时追一个女的，每天买汽水给那男的，然后买那个巧克力给他吃，买那个奶酥的面包给他吃，没多久就挂了，头发也秃了，人也老了，记忆也差了，哦。那这个人怎么老那么快？你看到老外老得很快，有没有30几岁？老外，我们在美国的女人是，我们有句话是娶来的时候是好像新车买车子一样，刚买来是新车，3年以后变成旧车。美国女人就这样子啊？为什么？就是人工糖吃太多，人工的食物吃太多，很多 microwave 的食物，这个都不能吃，啊，主要诸位一定要花时间自己去买食物来煮最好。好，那美国食物有问题。再过来呢？好，糖的后面呢？你看120蜂蜜、蜂子、蜂蜡，好，都是蜜蜂，在蜜蜂窝里面通通可以找到。过去呢，我们中药用丸散高丹做成丹剂那个丸剂的时候，丸剂的时候，我们会用蜂蜜来好。但这个蜂蜜我们先熬过以后把水分再蒸发一点，然后蜂蜜跟我们的药粉和在一起。要做成药丸，不然没有蜂剂做的粘着剂的话，哈，这个没有办法做成丸剂。好，蜂蜜，那蜂蜜是很好的这个补中益气，哈，对肠胃非常好，好，这个滋润的，好，这个脏腑的重要的药。好，那如果说你说老师，我今天我什么东西都吃不下，东西都吃不下怎么办？你喝糖水啊，喝那个好糖水蜜蜂蜜，至少能够保持元气在那边。都可以用，好，能够保持。所以你临床上的时候看你怎么样使用，好，看你怎么样使用。那这个你看好，他说滋养脾胃，你看他主治有没有主治，他滋养脾胃，调和营卫，治五脏不足，为肠胃燥结，肌肉疼痛通通可以。所以他是滋润的药，好，蜂蜜是他是滋润的药，胃肝好滋润的药。那个神农本草经的原文呢，啊，他说他可以除那个蛊毒，好，就是虫的毒，好，补虚好汤中，好，常服的话，对人让人家年轻，看起来气色非常的好，好，那96页开始的时候，他说放到肛门里面去导大便，在经方里面《伤寒论》里面有密煎导法，
蜜饯岛就是用蜂蜜把它熬很浓，水分一直发掉，然后挥发掉以后哈，你趁在它挥发越来越黏嘛，对不对？蜂越煮越黏，然后快要结晶的时候，你把它那个一直在翻动它，就会变成一个圆锥形的。啊，一个锥形的，想办法把它锥形的，或者是你把它放在一个锥形的模子里面，倒出去很烫哦，好要小心，所以倒变成一个锥形的，好，这个时候你就塞在肛门里面去，中西医用甘油定，有没有哈？中医通大便，大便排不出来，肛门口太硬，我们塞蜂蜜进去，但是你这个蜂蜜软软黏黏，你怎么塞进去？好，那就必须要用做熬过以后，好，这就是指这个意思，那个导便蜜，好。哎，蜂蜡好，也是一种在蜜蜂窝里面看到，就像蜡一样在底下，好，能够止血安胎、补益的增补益的药。这个蜂蜡跟蜂蜜都很甜啊、哦。蜂蜜只为补虚解毒的药，好治麻风，好，还有一些肠子寄生虫，好寄生虫。那这个好，这个甄犬呢啊、哦，他说这个蜂蜡好指孕妇胎动，好那。像蜂蜡一块块像鸡蛋黄那么大一个哈，煎怎么做？你看他就跟你讲，可以治疗白发，好，你可以把那个头发白的头发呢，把它拔起来，那个洞拔起来以后，那个洞呢点一下那个蜂蜡在里面，它那个就会再生出来就是黑发，好，这个都无所谓，你可以试看看，好，当然你精神要很多，因为有时候一票白发，好，一搓哇，你这很麻烦的哈，所以你干脆你说老师再一个个点。不要那么笨，你等下拔出来以后，白蜡给它涂上去，这边我不一定说一定要点那个洞嘛，哦，你那么傻，好，对啊，哦，那这个复方啊，诸位可以参考一下。最后面看的那个复方最后一条哈、哦，大风痢疾，这个讲的就是麻风病啊，麻风病在西洋，不然在中国欧洲的时候。看到麻风病就吓死了，就把你隔离起来哈，那种传染很厉害嘛哈。那主要症状眉毛、头发、鼻子、皮肤，连鼻子都掉了。我们这样讲哈，鼻子自然掉下来，因为烂掉结成疮以后就掉下来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这个我们可以用蜜蜂子、好胡蜂子、黄蜂子、好什么这种，那当然用的比较强烈剧毒的药哈，这些啊来治疗这个麻风。好，麻风病，那经方有没有？有，好，我们会介绍到《伤寒经贵》的时候，会提示一些好可以治症。那至于治症到实际上的情形到底如何，我们临床那么多年，我没有看过，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机会嘛。好，哪天有机会，我们跑到四川的麻风村，好进去看看。我敢进去哦。好，我们有一个很好保护自己的方式啊，《黄帝内经》里面不是有吗？啊、哦，这种痢疾哈，我们可以预防自己的方式，自己就得到。到那边去看看临床，说不定可以找到很好的方法。好，有很多药物在临床有机会看到，就开出处方了，就可以，那个是最好的。好，再来呢，诸位看123，啊、哦，这个是蜜蜡，好、哦、蜜蜡。这个蜜蜡呢，这个很多也是跟这个，哦，在这里这个地方指的是蜂蜡。我查证的结果是蜂蜡，并不是好。我们那天讲的松子掉了底下那个蜜蜡，好，跟它有点差异，实际上是蜂蜡。所以它后面甄犬疾讲的蜜蜡的孕妇胎动，跟那个什么蜂蜡是相同的治症。好，《本草经》在上经的时候，实际上原来上经是120味，可是呢。后人的，因为 原文已经散失了，后人增减外边140几位哈，老师怎么140几位？很多是重复了，还很多掉了，这个到底什么名称查不到，好，很多重复了，所以会有多来很多，好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要了123，还在上经还没完，实际上上经只有120位药，好，再来诸位看牡蛎，好，牡蛎呢，经方用了很多，张仲景用了很多，好。124，牡蛎，哦，牡蛎，我刚拿出去给大家看了哈，牡蛎就是牡蛎的壳，好，那你下次去吃海鲜的时候，你跟那个餐厅老板说，我们吃牡蛎，哎，那壳在哪？就去拿出来，那就牡蛎，然后你给它带回来，哦，那带回来比较麻烦，你上面很多脏东西多余的，你要把它去掉，就光那个壳，
好，这个武力呢味咸，咸味啊，咸味大家都知道，咸可以怎么样，软坚坚硬的东西都可以用，而牡蛎的咸味最主要是针对除了肾脏以外对甲状腺肿瘤，好，甲状腺，因为牡蛎为什么电嘛，在海里面的东西，海里面出来的东西对我们的阴瘤，我们叫阴，过去我们称为阴，好，阴阴讲的就是怎么样，现在的甲状腺肿瘤，那效果都会非常的好。好，那平常呢，这个微寒，性微寒无毒，好，你可以这个牡蛎我们常常用来汤剂，我们入汤剂的时候，因为它咸味入肾，它能够补骨，你拿牡蛎去煮的，我们煮的汤来喝，跟你吃的那个钙片不一样的结果，哦，牡蛎吃牡蛎的那个汤，我们在汤剂的时候使用，可以骨头增生很快，像我在治疗骨头断掉骨折的病人，西医到医院去接，好，外科中医的外科当然还有很少了，可能台湾一两家，大陆可能还是 有一些，那西医的伤科你跟他接好，虽然他比较霸道，跟你打开来接好都无所谓，因为你不是病嘛，是伤，接好以后那个骨头裂在那边或者断掉那边，你用中药去治的时候，牡蛎是很好用的，哦，你当然可以加，现在可以知道啊，学续断有没有？续断，老师续断，对，老师三七啊、五香末药啊，对对都可以啊，啊，川穹啊，那个活血化瘀都可以使用啊，补骨的药，我们后面有补骨子，这边可以用牡蛎，那牡蛎可以增加让它骨头长得很快，长得速度很快，哦，恢复的会很快。那过去呢，因为它是咸味的，咸味的药，那我们有桂枝龙骨牡蛎汤，我们后面有经方有介绍了龙骨牡蛎，那龙骨牡蛎去。表去固表，好，固色的功能，好，比如固，什么叫固色呢？比如说有一个男孩子跑来找你，哎，老师我遗精很厉害，好，遗精很厉害，我们用龙骨好和牡蛎混在一起，好，能够固色，好，固色它，就是那牡蛎呢，这个是你看它能够阻滞的有没有？是软坚，能够利水排水，而且呢能够固汗啊，炼汗固肠，肠子下利也可以。遗精通通可以用，好，尤其遗精效果非常的快，好，那本经原文诸位看，本经原文下方九服强骨节，为什么？就是钙在里面嘛。好，那脏器啊，陈脏器是一个名医，他说这个牡蛎打粉的话，可以止小儿盗汗，大晚上你铺在身上那个粉铺在身上，就好像痱子粉一样铺在身上，可以止盗汗，好。好，那这个后面的阴汗呢，就是睾丸的汗，好，流汗流水流很多。好，药蒸，好，日本人的经方家写，胸腹之动，好，他说心口动悸，好，黄连，脐下动悸，牡蛎，而部位不定，胸腹那个凡是胸腹烦躁的，牡蛎，好，用牡蛎。那日本的经方家好几个，好，这个东洞吉写的这个药蒸是一个。一个名家，哦，非常好，非常有名的。好，第一百这个二十五啊，这个呢是龟甲，龟甲就是乌龟的啊，乌龟的甲壳啊，乌龟的甲壳。这个龟甲呢，因为味道是咸平。它是破真假好虐壳，所以有肿瘤有硬块好癌症，我们常常使用到咸味的药，那龟甲，龟甲的性呢，因为龟乌龟是沉潜的嘛，沉潜它钻在土里面埋在里面躲在里面，那所以乌龟的它本身呢，它潜阳的力量很强，而且它味道是咸味，好，咸味它攻坚，好，先能够攻坚，那有一种病小孩子呢，这个头顶那个骨头软骨那个密合的不好，一个洞留在里面一直没有密合，用龟甲效果最好，一下就合起来了，好，最主要是用这个用在那边是最明显，好，那龟板呢，好，当然乌龟肉我们中国人什么都吃嘛，好，你去问一下广东人，好，乌龟肉怎么吃他们最清楚，那我们中医是用龟板，好，用龟板，这个龟板我们你平常写龟板或者写拜龟板都没有关系，好，它是滋阴益血，除了滋补以外，
它同时有攻坚的效果，好，织布以外又有攻坚的效果，所以很好用，好，所以好，那这个药呢，平常我们制过，好，就是用火烧过、烤过以后再用，不烤过以后腥味很重，用火烤过一下，洗干净后烤一下，好，烤一下要切片，比较脆嘛，比较好切片，好，这是补血滋阴的，好，补肾，好。如果说肾亏，我们也可以用龟甲来补，龟甲是很好用的，所以唐龙川就写了，它的本性，所以药的药性就是从这边来的，龟性服有没有？其实精在精华在板凳，通任督二脉，通任脉。诸位看那个乌龟哈，这个乌龟壳在这边，好，乌龟的头伸出来的时候，你看它嘴巴，如果这样，你仔细看它嘴巴哈，它的舌头永远是连在上面的，舌头，乌龟的舌头是永远舌头顶在上颚，它天生如此，好，所以它天生的它的任督二脉是通的，所以乌龟很长寿，所以诸位比我好，所以坐在那边舌头顶在上颚听我讲话，我是不断的耗元气，好，好，那这个是乌龟，所以诸位平常没事，不管你开车回哪里去哪里，平常坐飞机随时舌头顶到上颚。好，提醒自己顶到上颚，顶到上颚，把它养成习惯。养成习惯以后，你常常训练，好，记心那个气沉丹田去。以后你随时行走坐卧，你无时无刻不在练功夫，好，这样。好，那这个我们如果说这个大补，好，滋补，我们有你看那个大补阴丸有没有？黄柏、知母、熟地啊、拜桂柏，好，这个是南派的药，用了他们大补阴丸，好，那。乌龟的肉呢，好，也可以吃，好，乌龟肉可以吃，好。再来呢，是桑飘消126，好，桑飘消。这个桑飘消呢，长成这个样子，好，诸位看看，好，这桑飘消，好，传阅一下。这个商标销呢，实际上就是这个螳螂的幼虫，好，这住的房子，好，就是螳螂的幼虫。那这个商标销呢，也是益精生子，好，它能够这个也是味道比较咸平的，好，我们用在滋补的药里面，用了很多补肾，好，补肾的啊，益精的药，好，男女都可以用，好。那商标销呢，有固肾的功能，啊，益精有固肾。好，固精的功能。那有的人呢，比较这个比较早泄啊，好，早泄。那你早泄的话，你开一些，比如说菟丝子啊，哦，覆盆子啊，这种都是生精子的药，并没有固阳的药，对不对？好，你要固守嘛。要固守的时候，你用桑飘消，啊，可以固守龙骨，固守它，好，锁阳，固住它，精就不会出来啊。哦，不然的话，怎么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？那也夫妻之间感情会不好嘛？好，我们中外有固阳的药啊，就不容易出来。但是你固阳的药不要加太强哦，太强都不出来了，那太过了嘛。好，所以说剂量一定要小心，用得很好。好，那商标消就有固精的药，好，不单单是能够生精，而且有固阳，好，固住啊。所以遗精的时候可以用，或者早泄的时候都可以用。好，如果像真犬呢，他说。这种张飘飘这种药，你烤啊，就是烤就烤的，就像烤肉一样吃，烤肉一样烤就可以吃啦，很好吃啊，很香嘛，烤着吃啊。那，这个就是能够治小便，好，小便的时候没办法控制，老年人吃的都可以哦。那小孩子遗尿啊，好，尿床有没有？尿床都可以。那你如果说针灸很熟，好，小便抓来，小朋友这个小朋友那个夜尿点，我们通一下，通他，对不对？吓死他了，晚上又不敢小便，然后再给他吃一点桑飘消，烤一点桑飘消给他吃，啊，晚上看他尿不尿。这是你现在学到了，当然伤寒经络你学到，你还有很好的处方。好，现在你知道老是单位的用，单位药的用嘛，对不对？哦，我还要再补充一点，啊，因为前几天胃不好，台湾的食物实在有问题哈。我们的川穹，我们单位用的时候用的很广哦，任何的骨头突出来。啊，比如说老师，我这个太太的脚的大拇指奇怪嘞，啊，这个歪一个，大拇指本来大拇指指甲是这样子的啊，这个大拇指这边凸一块出来，
然后脚掌的这个指头啊，这个凸一块出来很痛。还有人呢，脚后跟，那个脚后跟呢，反正这样子就凸一块骨头起来，然后这个凸出来骨头很难过，很痛啊，对不对？怎么办？那我就给西医开刀，开了刀以后又长回来更大，哦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穿穹，单位穿穹粉，穿穹粉拿起来，你用那个棉布包好，把它放在棉布包里面，然后用这些喷点那个米酒上去，米酒能够加强酒的温中嘛，哈，加强的药的效果，然后晚上贴上去，贴在脚后跟，贴在骨头肿起来的地方，然后早上起来以后再把它拿掉，好，每天晚上贴，每天晚上贴。那你贴一包，你可以可能你只要用1000粉在里面，好，就很多了嘛，哈。那你用个2-3-4天以后，味道没有了，味道没有了代表药力过了，再拿一包来贴，好。那手的骨头，有的人是这个受伤，这个骨头凸起来，通通可以用。当然我们用的爆刺法伸进去，哈，东南西北，东南西南，东北西北各扎一针，这个那也可以啊。那吃完以后再贴穿穹粉，都很好，效果也是很好，好。那老师，那个穿穹粉呢？还有我们还有一个蓖麻子。蓖麻子哈，那这个蓖麻子呢，也是单位药的外用。你把它磨过以后，变成黑黑黏黏的，好像那个像膏状一样，好，拿来贴肌脂肪瘤，通常有脂肪瘤的肿瘤贴在上面，好，贴完然后涂点那黑黑的油，因为磨完以后油油的，你都涂上去了，黏住也在皮肤上面，然后用那个 OK 绷什么的给它盖住嘛，哈，每天晚上贴，白天不要贴。好，一段时间就会消掉，中药很多都外用的。好，我想到我就告诉你。好，所以商标销呢，徐令台用的好养血足瘀，好补肾利水。你看那个商标销黑黑的有没有？好，都是能够补肾，好补肾的。这个河力呢，海河，啊，我就住在海河上面。这个我们佛罗达整个都是海河造成那个洲啊。看有多少泥土里面挖出来，通通是哈、哦，你随便加挖，下面就是通通是海河，哦，这个海河是非常多的哈、哦，这个藏在海滨，那这个光润好鲜亮的，好、哦，那海河呢，一样是软坚润下的药，好、哦、消阴核，好、哦、消阴核，海河跟牡蛎，你看那个样子都是那个壳子的，都是那个。合力的那外壳，好，它本身药效差不多，药效差不多。那你在临床上看的时候，你就看哪一个取得最方便。比如说牡蛎取得方便，你就拿牡蛎嘛；海河取得方便，就拿海河。不要说很固定，说一定要什么，你看哪个方便。那我们做医生的，能够尽量把这个药能够便宜化、普遍化是最好，俯拾可得是最好，好最好。那这个药呢，它主。那你看哈，在朱丹溪这海，他就称赞海河到什么程度？他说只要是痰，热痰、湿痰、老痰、顽痰，有没有什么样的痰都给你去掉？为什么？鲜能软坚，好，那能够消阴核，消阴核就是甲状腺啊肿瘤，好，那这个一样是苦咸的味道，好，性平无毒，这种药随时都可以用的，好，你知道吃到金石类的药或者是。合力好，这种合力的壳，牡蛎的壳，当你要打粉的时候，要打得很细，非常细哈。那个筛子筛过打得很细，那不会那胃里面很难过。如果打得不细，病人吃下去不是没有效，而是吃的胃会很难过，好像沙子在吃在肚子里面去。好，所以你打粉打细一点，好就没有关系。啊，这个呢，这个128文和，你看啊，也是东海之滨。这文和跟海河的差异在哪里？文河就是一看，你看那个海边那个整个河是一个的，那个海河呢是已经叫几百年没打散掉，变成一片一片的，本来它河很大，变成一片一片的，那叫海河。那文河呢是一块整个的，好，就拿起来就是一个甲壳，你可以看到一个河，蚌壳。好，那为什么我们会有它经方那个《神农本草经》里面说海河，这是以意来取的哈，不是说我们中国有以前的化学去分析，不是，是以意。来取的药，这个海河呢，它被切成一片一片的，对，甚至碎下来一片一片。你想想看，它攻坚的力量强不强？打成一片一片的，那肿瘤被打散掉，好，用海河比文河好，这样子想就好了。它切长来就已经变成一片一片的，好，所以说它的效果会高于那个，好，所以它也同样是味咸性平无毒。所以你如果说
哦，这个化痰软坚，你文和跟海和比起来，海和绝对会比文和强很多，强很多哈。哦，那你可是你没有文和呢，没有海和呢，文和也好嘛，哦。那一般来说，这种好，哦，都可以用，啊，外涂都可以，好，哦，都可以外涂的。药酒。啊，《神农本草经》原文是鲤鱼，为了这个鲤鱼炒了几百年、几千年，大家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。哦，我查了半天，好，还有我们那个就像我讲的《本草演义》上面，根本就是鱼那个字写错，字的音是当年那个朝代可能是这样写，实际上是同音，现在就是现在的鲤鱼，讲的根本就是鲤鱼，好。根本就是鲤鱼，这个鲤鱼啊，好，那鲤鱼呢？以黑鲤鱼最好用，黑鲤鱼，好，这鲤鱼是淡水的，哦，有的人甚至考证说啊，这个鲤鱼哈是书中的那个蛀虫，哦，鲤鱼蛀虫它可以穿在里面，白鱼啊什么的，反正一大堆结果出来，结论出来，好，那你等到我现在先告诉你，就是鲤鱼，好，等到以后你去查。查那个各种研究，好，各种研究各种本草，你会发现很好笑，一家都不一样。我还给你找蛀虫嘞，谁给你去找蛀虫啊？我们那个我很多的书拿起来是一个洞穿，很多洞穿过去的。我要虫嘞，对不对？我是要看书，结果那虫穿过去。有时候我们看书看古书的时候，好累，一个字最重要的那个字被穿个洞，那个蛀虫这个混蛋还对不对？拿来煮我是同意啊，好，但是不是那个效果？就我们研究了半天呢，你。哦，鲤鱼这个讲的就是鲤鱼，不单单是里面的内容是鲤鱼的字证，后面还放了鲤鱼胆，后面就正常了。你看130页就是鲤鱼胆，那鲤鱼在后面再讲鲤鱼胆，这两个分开来，这也很合理，好，哦，也很合理。那这个鲤鱼呢，最重要是我们排水，好，哦，面目浮肿，全身肚子积水、腹水都可以使用。好，哦，那这个味道甘寒，好，哦，诸位记得哈，哦，为什么这个要淡水鱼？因为淡水鱼都有土味，好，哦。凡是有土的后味的，哦，就可以用。好，土的后味，所以那个老是说大头莲，嗯，哦，你吃起来没有土味都没有效。那土味很重的，那个淡水鱼嘛，土味很鲤鱼哇，土味很重，它是在土里面活到的，好，哦，厉不厉害？哦，这个鲤鱼就很好了。那这鲤鱼的话，我们排水，那它在水里面跑啊，当然一定能够排水，不排水它淹死啊。它在水里面活得好好的，对不对？体格又壮，黑的鱼入水，要黑的鲤鱼。那这个鲤鱼老师，我们当然我们可以加些药啊，哦，像我们后面你看哈，哦，这个101页，好，哦，鲤鱼那个水肿有没有？鲤鱼跟那个赤小豆，好，哦，这是我们过去的方剂在用。那你说老师，这个黄芪利三焦系统，老师我可以加黄芪，肝胆肾利为阳啊。好，我们可以排水，可以啊，啊，老师，我们加些这个薏仁，可不可以用？可以啊，就肝胆肾利的嘛，前面有讲过的，你都可以用。哦，那这个配在一起的话，可不可以利水？可以利水，但是不是每一种水都利得出来？你肝胆肾利为阳，它必须要是阴虚的。所谓阴虚的病人，这个你会看到阳症，阳症的脸色比较赤红，哦，脸色比较赤红，那肚子呢很燥热。那热是里阳外浮嘛，哈，啊，这个奇怪，这个病人怎么坐在那边还用电风扇来吹肚子，阴虚，啊，因为阳往外走，不是很好的现象，这可以用。那有的时候阳虚的，你用这个药下去排不出水，排不出来，啊，所以我们还有别的方式来排水，好，啊，慢慢以后我们介绍到重病的时候会讲。那基本上平常哈，你没事就多煮些鲤鱼吃嘛，好，啊，这个我们这种《本草上经》就是告诉诸位。日常你的生活饮食上面，你就可以吃它，就没有病了嘛。你益寿延年，对不对？虽然不老神仙，这个年龄，对不对？因为别人都死掉了，你还没死，所以死掉的人不晓得你活多久啊。你当时神仙嘛，然后每天很开心，对不对？好，哦，每天很开心。那
那这个最好的东西都在这个里面，那你不用去吃现在的什么营养剂，对不对？不要吃它，这种是最好的东西。那你平常鲤鱼的话，你可以煮鲤鱼汤啊，好吃什么都可以。好，那这个主治还有鲤鱼呢，有排水、利尿、消肿，好消肿的功能。好，那水肿、脚气肿啊，孕妇的好肿，孕妇的水肿，我们经方也有药，好也有药。那你平常可以吃鲤鱼啊。啊，鲤鱼就很好，好都可以使用。好，那这个鲤鱼呢，尤其治疗那孕妇水肿，排水排的最好。好，那你煮的时候呢，好加一个赤小豆，赤小豆能够去湿。好，还没有到，但我们会好后面会有赤小豆，这个是去湿的，啊，好去湿这个身上的湿，好可以排掉。比如说，老师，哦，这个你们吃完晚饭了没关系啊。老师，我这个痔疮肛门口常常湿湿黏黏的，赤小豆去湿嘛，已经讲完了。我们有当归赤小豆散，哦，一下一开口，病人在开口以后，你就听到你处方笺出来了，啊，哦，我要把朱贵训练成这样子，啊，哦，那虽然恶心点还是要讲，好，哦。那你说老师，那我不吃痔疮，我排排湿湿都可以吃啊，对不对？不一定要痔疮啊，痔疮只是一个形。诸位要用药，要用神，药的神。所谓药的神，就不是说你用药如神，而是你要抓住用药的精神所在。他，我跟你讲祛湿，老师这个伤口黏大大的，一直流脓，一直流水出来，受不了口，赤小豆祛湿啊。你鲤鱼不能祛湿啊，鲤鱼只能去水啊。对不对？那个水积在里面，一定由湿来的，湿太盛以后才积水嘛。所以你要排水跟去湿加在一起才有用，你不能光是一个利水利不出来的，一定要同时把湿利出来，了解我意思吧？好，前面学过了，白术是不是利湿的？苍术是不是利湿的？都可以用啊。好，那去水要靠这些，去水不是泽泻、猪苓啊？好，车前都是利水的药。好，那水肿胀满还有另外一种吃法。你把鲤鱼呢肚子剖开来，把内脏去掉，就拿白矾生的白矾末塞在肚子里面，塞进去以后呢，用那个我们现在以前是避火纸，就是那个油纸哈，像那窗口上的油纸。那现在我们不用那么麻烦，你用那个铝箔纸，把都不要加盐水哦，就是新鲜把你当鲤鱼鳞料给它去掉，对不对？肚子劈开，就拿白矾，好五钱啊白矾塞进去，塞在鱼肚子里面，你看到塞满就好了嘛。然后用那个缝针或者是那种牙签给它扎住，然后外面用那个铝箔包起来，然后呢，过去人是放在土里面烤，好土里面烤。你如果说真的有土灶，自己在直接闷在土里面未熟。什么叫未熟？未熟就是说，这个是一堆土堆，好，你火在周围烧，火很多，这个那个木材火在周围烧，那你把那个是鲤鱼是埋在土堆里面，这个就叫做未。哦，胃熟有它的功能，为什么？取它的土性，土的性。好，那鼓胀的时候，哦，一记下去，那水就排得很快啊。那土啊，强土。我们的鼓胀，肚子大起来，都是脾阳不够，好、哦，脾脏出问题。那脾脏出问题，为什么会出问题？因为肝有问题啊。肝有问题就是影响了脾脏。那脾脏受到肝的迫害，对不对？脾脏无力了，这是我们要靠强脾的功能把水排掉。因为脾统水，全身的水是脾脏在管。哎，你如果这样做，哇，排水力量很快，好，所以说你如果自己家里面后面做个土窑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你说做鲤鱼给你吃，平常你做这个，哦，你如果是真的，所以中国人哈，后面还有很多方剂，我们老祖宗很厉害，几千年下来，就是有些固定的药食物在吃的哈，后面会慢慢介绍到，平常你在吃你都不知道，所以它都是延年益寿，这种功德无量，一直千年下来沿用它。好，很伟大。好，老子，等等，你现在了解了，哇，老子宗真伟大。好，然后你们很开心，我还好当中医，还好，啊，很好玩啊。好，那这个排水排的力量非常的强。鲤鱼呢，鲤鱼汤以这个位置，这种排水力量最强，尤其鼓胀的时候，排水力量最强啊。但是现在外面的黄土。